今天是6号，我竟然已经上班了。下班回来，有些人已经把晚饭做好了。这个是我来介绍吧，这个是西葫芦炒蛋，这个是京酱肉丝加长版，这个是什么？玉米糊涂，玉米糊糊。我们要开始吃了，下班就有饭吃的感觉真好。今天是9号，其实应该是调休，但是我们国庆6号就上班，所以今天我们休息。嫩牛肉、洋葱、豆芽炒河粉，我亲自下厨炒的，反正现在也看不太出来它好不好吃。配饭的视频是破产兄弟，开始吃。你已经吃了，怎么样味道？也很好吃，孜然稍微有点多了。对，我手抖放了很多。买了一束霸王蕨，有人在换土。对，听说它很耐晒，比较适合我们家。是吗？这什么土啊？这是美乐科通用型土。好的。他们家农药也很好用。对。你还搞个农药呢？还有化肥，他们家化肥也好用，那个液体肥。把它放在了这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，让它充分的晒太阳。叶子长长之后会垂下来，对吧？对。现在还看不出那种效果，因为它还很小，处于苗苗期，它之后就会很茁壮。下次长一长再给你们看吧。今天发工资了，晚上来下馆子。好久没有吃披萨了。这个是海鲜意面套餐，就是配的那个小食，这个纸巾拿走了。然后点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芝士披萨，拿得出来吗？好吧，我们开始吃了。来，给我一个特写吧，这样。我们点了一杯7分甜的新品，叫斑斓芒椰糯糯。它里面料真的特别的多，大概4/5都是料，感觉喝完一杯会很饱。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来吃泰二，觉得味道挺好的。我们在这个酸菜鱼里面是加了粉丝和什么嫩豆脆豆，挺好吃的。那个是娃娃菜，这边是米粉，好多泡泡米。卷的好奇怪呀。嗨大家，今天是周 6，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录视频了，这段时间新生开学，所以特别的忙。那今天呢会比较特别，我的大学舍友来南京，我们一起玩一玩，去一下母校。
真的很香哎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宿舍楼。很少来学习，这是我们学校最高的一个地方，叫做天宝阁。现在已经时间有点晚了，所以光线不太好。周日的晚餐吃的比较丰盛一点，河马买的海底捞的番茄锅底，这也是牛肉对吧？对，菌菇酱、小土豆和魔芋，还有火腿肠。你这是什么酱？油碟酱。这个是什么丸子啊？叫做芝士鱼丸，爆浆。这是什么菜？娃娃菜。娃娃菜。羊肉挡住。昂贵的响铃。乌冬面。在开始涮肉之前，我们先盛碗汤。很香，真的很香。还有河马的麻薯，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开吃了，开吃了。这个手机是我11月1号的凌晨卡点下单的，抢到的，是 iPhone 13，我买的是256G 星光色的，我觉得白色可能比较耐看吧。然后也不会出错。我现在用的手机是8P 黑色的，所以我这次就没有再考虑黑色，有点用腻了。但是其实我现在用的手机它没有什么毛病，除了内存有点小。这次就觉得可能工作了吧，然后换一个内存大一点的新手机，犒劳一下自己。开了，哦，是这样子。它这边有一个这样的箭头，哦，我刚刚都完全没有撕对，是走的 EMS 的苹果专线应该是。手机的本尊就是长这个样子，我们来研究一下。这边有一个箭头，把它拆开。哇，还挺好看的。这个白色真的很纯洁。不错不错。这个等会儿再看吧，然后再拆一下我的这个钢化膜。我先去小红书上搜一下，收到新手机应该做一些什么操作。刚看了一下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那我们就打开看一下吧。里边这个应该是那个取卡器，我猜的，好吧，猜错了，哦，猜对了，就是的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充电线。并没有什么变化。我们先开机试一下。向上滑动来打开。两台手机现在正在传输数据，好像并不需要连同一个 WiFi。现在在河海的本部，周末路上没什么人，应该算人少的，算人少的，平常很多人。觉得口罩好看吗？真好。现在先去吃个午饭，想去那个，致青春的拍摄地点，就是那个旋转的楼梯。但是没单反卡进不去。这个树真长得很好，这个还有比较大的。我们的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地方I spend my life stuck here by your side, baby. Believe me, nowhere to go. Let's just take it slow. How did I get to be so lucky? Got all I need here in this love scene. Nowhere to be, that's alright with me. 我们来皮卢寺逛一逛。之前被同事发的朋友圈种草了，两张，给了6根香是吧？走吧。
But then you came and saved me from me. I almost lost my faith in God's design. You found a way to make me change my mind. And I hope you can see you got this hold on me, baby.